女生生理期来真的很不舒服。中山大学有三位同学，他们熬夜构思就拍出了这么一部叫做《男人月经日》的短片。那么全片2分多钟，最主要让大家知道女生在生理期的时候，另一半到底要怎么做才会让女友感觉很贴心。没有啊，因为面对女朋友28天一次的生理期，身为男朋友到底该怎么办？很痛啊，是很痛，是多痛，是多痛，有多痛？痛啊！怎样痛啊？这是多痛啊？就已经很不舒服了，男友还像好奇宝宝一样问东问西，真的很讨厌。不过还有更可恶的反应。可是我今天那个来哎，你那个来？嗯。啊，你无看那个？我昨天哦打麻将输，就你啊。排气不好还乱找借口，牵拖是女友月经惹的祸，这也太说不过去。不过以上都是错误的反应。所以我们这个影片算呈现出来是一个局部的部分，就是女生月经日来的时候男生应该做什么。其实我们最主要是想要呈现就是两性沟通，然后两性互相彼此体贴包容的这种心情。对于男同学一辈子都无法体会的生理期，虽然用比较戏谑的方式呈现，却完全化解了尴尬。这部名为《男人月经日》的短片上传一周，点阅率就破万，看来还真的成功得到大家的关注。